小穿跟，因为喇叭裤如果要穿漂亮一点的话，又更比较小一点，我都一定会穿球鞋，厚底球鞋是高跟鞋啊，高跟厚底的100跟的凉拖鞋也可以，就是整体看起来才会漂亮。还是我们一般现在照片啊看到的就是那种整体感，第一个显瘦，然后还有臀部上面整个比例才会够漂亮。那我搭配一个这个背心，哎，它这里有点背心式的，然后是斜切款，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。那你如果想要往内折一点也可以，那基本上它是有造型的，因为配的是这个喇叭，它上面有稍微有一点点这样斜肩的效果的背心，就稍微微微的遮一点点的这个手臂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做开叉的。裤子的话可以直接再买裤子，然后你想一套买也 OK， 这是我帮你们